这一台娃娃真的很佛心哎，它是摆的超满的，对，这一只。
我们现在要派出小雨来夹了，这一只好了，我觉得这一只，对，对，稍微就好 ，OK， 挑，倒出来，哎，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，夹身体都可以啦，就是稍微夹就好了，让它反转一下就好了，对，20块出货哦。哎，再10块，它因为它肚子比较重，对，哎，可以哦，好。戳到别人，那你再靠过来一点。他靠不过来，真的。好，那就捏看看一点点呢。好，这里。那你会夹到他吧？那你再进来一点吧。我再进来一点。你说你会夹到后面吗？哦，那就是夹后面啊。哦，那夹这里呢？那可能就在这边就好了。换别人好了。换别人。哈哈哈。你对不准啊，换人！我们没有钱了，我们对不准。哎呦，我觉得我们这次没有钱的是我们这个从肚子包转。哎，怎么样啊？哎，我这边你也上来。还好出来。他360度，就换我进去，坐在里面。我这样就好了。有啊，有了。真的哦。哎，这个超好吃的，哎，真的很好吃。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它没有挡板？哎，对你。而且我是绕过来的哦。它那个好像快下来。我就是觉得它快掉下来。快点，我才赶快来。我们的宵夜，哎，等一下，卡住了。你是宵夜吗？哎，不是下午点心。等一下就要吃了。来一下应该可以哦。快点快点。有了，掉一包了。它会往那边跑，哎，它丢的也太好好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这边再压下来就有了。而且我还没叫人家排哦。哦，两包了。这个10块钱应该不止吧？应该也要10几块吧。啊！哎，有了！我觉得这边快掉下来了，直接弄一下好了。那能换吗？哎，你看，呜！我感觉太快了，很兴奋。哎，有了。前面那包想把它打下，对，我都想要把它挑下来，有没有？有，剥一个，他把它剥下来了。我们来看看长度多大。哎，没有，那个人一样捏脚脚。对，那我觉得这边好像快上崩了，所以我就这边。有啦，这个也快掉下来了，来试试看。哎。我想要落在这边，有没有？快掉下来，这个也快掉下来。我跟小雨超爱吃这个了。那上次我开的我停不下来。对，而且我都就是在夹布子那边。对。哇，掉下来了！咚，我们要自己配音。
赢了。